扣把没把，让纳豆教你玩。哇哦，这难度的扣法，应该是难度还有了吧？最难的，最困难的。他扣女生，到女生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他就有时候他想半天真的想不到不对，你解释给他听之后，他就。女生就说哦，原来是这意思哦。